大家晚安，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黑色星期五的成绩非常的好，然后品牌经理呢就直接，因为他知道 H 人非常喜欢打篮球，喜欢运动，所以他就给了我们送两张票 NBA 的票，好，可以看湖人的哦。然后今天是湖人打光者队，然后很可爱哦，你看我们现在后面都会有一些，哇，然后会有一些小朋友，有没有？这边在我后面，他们会穿一些，比如说 Laker 的衣服，超级可爱的。这个是。Stable Center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的地方。这雕像是谁？对，是 Jordan。这个是 Magic Johnson。这个是 Jordan 吗？这看起来像是假发。假发呗。这应该是 Jordan 的吧？这个人在芝加哥里面。Sorry， 对方他是 Laker 的。Are you？ 因为来这边看球赛就是要穿 Laker 的衣服，支持 Laker 一下。哇，好可爱哟、哦！啊 ，bling bling 的，这件超可爱哎！哎，真的太可爱了，这边还有小朋友的。A 先生真的是疯了，他买超级多，你看，就是把他当做百货公司在 shopping 哎，他连睡衣都买了。那我们来看妈咪现在在干嘛？我在表达我对 Laker 的热爱。你、欸、这件很好看哎、欸，很好看，对不对？有要戴过吗？没有。OK。完妆。好，今天一个 Laker look。Laker girl。靠你们了，我们今天 NBA 就到此结束，成功。